19号，云南农垦集团与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、香港大家国际集团有限公司、迪拜商品贸易公司在昆明签署三方合作协议，合力打造云南咖啡走出去平台。副省长张祖林会见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执行总裁高塔姆萨西塔、香港大家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高爱立行，并见证签约。根据协议，签约三方将进一步加强合作。 建设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咖啡中心，由云南农垦集团提供优质咖啡豆。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制定统一的咖啡品质鉴定标准。香港大家国际集团整合雄厚的国际业务资源优势，共同开发云南咖啡资源，制定云南咖啡豆在中东市场进出口贸易的标准，以及在电子期货平台上的统一标准，促进云南咖啡的国际化进程。